我们是 Amy Channel， 耶！ Yeah, 你是谁？我是贝斯。你是谁？我是等等。你是谁？我是等等了。哈哈哈！我在变防疫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玩画画大挑战，看看谁画的是最像、最美的。OK， 好。第一集开始。第一集是我们画什么呢？第一集，等一下啊，我想画灯泡。灯泡，好恐怖、哦。看谁的最像哦。好呀。什么？来呀、啊！宝贝，你的是荷包蛋吗？老龙，你在玩哦？你是什么？我来雪人呐、啊！啊！冰山哥哥，怎么是 snowman？ 哎，这么有灯泡有眼睛的啊？这么灯泡有手的灯泡啊？灯灯啊？灯啊！你灯这个灯泡？好了呀，妈咪。啊！我不会，我只会挖苹果和鸡蛋。好，我的嘴要这个摇摇，我的头。哦，那个 get 歪了。好，谁画的是最像的呢？狗狗。耶，谁？彤彤。谁画的最像的？哇，你呀、啊，这样，这个是雪人。好，第二集，第二集，准备画衣服。我们应该还有衣服。鸡腿。啊？鸡腿？哦。鸡腿，鸡腿。每次去 KFC 吃的。是大鸡腿，这个是蘑菇哎，宝贝呀，你画 mushroom 吗？鸡腿的屁股，哪里谁？谁画鸡腿的屁股？这个是鸡腿，鸡腿这个好像猪的脚哎。哪里吗？宝贝，你在画什么？鸡腿粘住。哦，鸡腿粘住，两只鸡腿呀、啊。粘住，两只鸡腿。屁股哎，很像。你是画什么 B？ 画好了呀，是画人的腿，鸡的腿啊？什么在画什么？鸡腿的脚已经不知道。好啦，还粘住这个红是哪个？这个是哪个？这个是哪个？还哪个的？然后它变成粘起来了。来，妈咪画鸡腿给你们看啊。鸡腿这样子的，哇，好大个的鸡腿啊，哇 ，yummy yummy， 骨头、欸、骨头跟肉粘在一起的呢。啊，它的皮球不是我的，是还有刺吗？妹妹，好，第三集啊，好，第三集我要画 banana。香蕉，耶！谁画的最像的呢？陈佳，你在画什么？啊，宝贝是好了呀、啊。嗯。啊，把奶奶的头哎，把奶奶的头呢？在哪里啊？巧克力掉了。巧克力。画了，香蕉哎。彤彤的跟雅思 Gracie 的有点像哦，哇，火锅要不要画这么多条啊？嗯，好，这一集全部都很像哦。好，哎，彤彤你在干嘛？雅思的皮，我觉得这个很像啊。嗯，好，哎，这个答案很像，一点点像了哦。嗯，第四集开始画三，嗯。哇，宝贝，你的山好肥哦！好呀，哎，他们在画什么？他们画画这样的山干嘛？你看没有雪啊？好了吗？有人在画吗？
跟我一样啊。好，好像在画笔耶，你们在画笔吗？还是指甲尖尖的？好，山顶有什么？有屋子，屋子，画佩奇的屋子吧。佩奇的屋子是长什么样的呢？彤彤，你在画什么？屋子啊？哇，可惜的嘞。我这边有一个。可惜那是什么？窗口啊。嗯。弄好了没？好了。门。怎么佩奇的屋子这样三角形的、啊？尖尖，然后，然后一个，来，像吗？像吗？你看狗狗不像的，嗯，还没好啦。彤彤，你好了吗？哇，你的三条线出来了啊！阿明，嗯，你看还没好。美女的好了没？嗯，你的三条线这样短啊，看都看不清。好，所以是最像的呢。错，错，都没有屋顶。有，没有？雅思的三只最美了，狗狗的屋子最美呢。然后你的呢？你的是天线最美。你的天线最美。好，下一局。好。五局开始，画小鸟。我要飞，飞呀飞。你小鸟两个翅膀卖了哎，你要画这么多？哇，你看姐姐都画得好美啊！我就是准备画那个被我们抢先一步。这是天空。哦，这是天空。然后小鸟哎，小鸟。还要准备画云，哇，嗯，海鸥来喽，哇，宝宝，请问这是什么？啊？刀板呀！小鸟刀飞刀板呀！宝宝，小鸟飞刀板呀！喵喵，掉下来呀！彤彤，你画什么？云啊，云怎么这样尖？云好像爆炸，爆炸了云，云爆炸了就下雨了咯。好了吗？好棒哦，大家都画得很棒哦，哇 ，Gracie 的鸟也是很美哦，哇，它是转圈圈的，哇 ，Gracie 的第二只鸟出来啦，好，我们下一集。第六集开始画电视机，电视机我会，电视机我会画电视机，大大的电视机，大大个的电视机，我画古老的电视机，讲你嗨，嗨呀，喂，那个什么，这么两个四方形，这个是。顶住电视机，电视机的架。嗯，哇，宝宝的电视机，彤彤的电视机呢？阿咪，这个脚哈可以走路啊。脚可以走路，那个是天线。天线宝宝来了。彤彤，你那个是什么意思？电影吗？阿咪，这个叫厨吗？这是叫厨吗？可以打开耶，这个画一个就可以打开了哎。我们看姐姐在画什么？她是在画那个电视机里面的做什么戏是吧？然后在画什么？画那个电视机做那个鱼，然后还有眼睛，还有口的。然后还有个蹦蹦，大家按钮。哦，按的啊，哦，电视机那边的按钮啊。嗯。OK， 好，好了吗？我们准备下一集。第三集，准备。第七集开始。
始。开始。画人。人。很简单啊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哎呦。地上画别种人。他在走路，人在走路，人的头发呢？没有，没有头发，不大。妈咪，等下我会画一个头发的。你人的身体耶？人的身体。你这个变土豆先生。对啦。耳朵。哇，你看他有耳朵啊！妈咪，土豆先生是没有耳朵的。是没？嗯。这样怎么听？哎呀，进化穿衣服。请问你的颈项呢？啊？我头跟身体断了，没有颈项的，没有颈项连接的没？哎呀，等等，他有头发耶！哎呀，三根头发。三根。三毛。你的好像也变老鼠哦。废话，老鼠哦。老鼠是就是就是尖尖尖嗯，开开心，哎，开心，还叫那个老鼠，老虎，老鼠，妈咪，好酷，哎，你看好酷，也是画酷的，哎。这个人没有衣服，也没有头发，流眼泪的，哼。画个衣服给他，画个衣服给他。哇，尝试一下，尝试衣服啊。嗯。Transform 厉害吗？哇，他的衣服，很大件的衣服，又给他了。哎，没电。哇，穿裙啊，连身裙啊，哇哟。Transform 厉害。蓬蓬的裙哦。还是女孩。变身。她是女孩。哦，你在画什么？我很想把它画画画画在她的膀。她的什么？她的膀。她的膀？嗯。什么来着？裙。裙。全是圆的吗 ？Superman 吗？哎，我要画。她变成鸟。变什么？她变成鸟。变什么来着？可以飞了的。可以飞，有翅膀啊。嗯。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叮叮叮叮，翅膀，另一个是脚翅膀。你们好像越画越乱掉了，越画越不像了。奶奶，嗯，它可以飞，噔噔噔噔。啊，我的锦绣。好吧，我们下一集。我要擦掉眼泪。嗯。我要擦掉他眼泪先。擦掉眼泪呀。擦给他不要哭啊。他给他要哭，因为要美了嘛。可以没？哎呀，不小心擦掉了。肯定会擦掉的。Superman！ 噔噔噔噔噔。下一集吧。好，下一集吧。小美妮的。嗯。爸爸爵。开始。哇。裙子。裙子。Good. 哇！哎，是个叫犬。嗯？什么宝贝？什么犬？有什么来的宝贝？等等，等等什么的？犬啊！犬啊！嗯，犬是这样的呗。这个好像毛包袋耶，那你知道？还去 shopping 的纸袋耶？这个裙太短了吧？美女，这是什么 ？Gracie， 裙，不像哩。妈咪，背啊，背背。来，我告诉你们，裙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是腰 ，OK， 然后这个是裙。长长的裙，贝贝，然后这边可以做一个腰带，这才是裙。会不会啊 ？Gracie， 你画看。我要做背。
有人。该画群，现在。我要画人。怎么画人？人该画过了路。人在里面。哈。哇，你看彤彤，错。嗯。彤彤变白了哦。全变白了哦。搞笑耶，全变白了哦。好啦，他选你。我们下一局吧。第九。来，我们来吧，准备。第九集开始。哇。奶瓶啊，奶瓶，谁和奶奶的奶瓶？这个牛和奶奶，牛和奶奶啊，像吗？看一下，它的圆圈这个，嗯哼，上面一个，哎呀，脏的奶，不错哦 ，Gracie， 脏的奶奶。你这个好像蜡烛哎，啊，好像蜡烛哎，啊，宝宝的不错哦，宝宝的盖也太大了吧，你的盖也太大了吧，奶瓶的就这么小，奶瓶这么大，不是啊，好像你这个好像什么，好像口红，又好像蜡烛，又好像大笔，你看别笑话好不好？啊，它里面是。奶粉吗？奶牛奶装满满了啊！嗯。喂，这个加彩颜色会浪费的。不错。加这彩颜色。他讲里面溜满满了，装满满了。哎呀，这里是一的。对呀。对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嗯。哎呦。我百岁！哎呀，万字破掉谁啊？我有写破啊。嗯。倒反的破。倒反的破。啊？倒反的破。这样。喂，写这样的破。好了吗 ，Gracie？ 没有。我们下一集吧。准备，我要画 apple， 我会啊，我会。苹果，哎呀，叶子 ，Gracie， 你的苹果被吃了一半了，被谁偷吃一半了？是妈咪，啊，因为妈咪的嘴巴大。讲妈咪嘴巴大哦 ，Gracie。哦。嗯。这么你的苹果烂了吗？啊，这么扁扁的。头发真好嘛。苹果好了呀。这个好像炸弹了喽。苹果好了。Yes， 我要画炸弹。苹果好了呀。这么头比你的苹果变 square 了。你的苹果这么你看变 square 了。我要画天梯。你们把苹果画成什么样了呀？啊！叮叮叮叮叮叮叮。啊 ！TNT。Three apple。Two apple。五。五。哇 ，two apple。你叫什么？学习叫什么？嗯。炸弹吗？还是 apple 吗 ？Apple。Four apple。就是有点像芒果，跌倒了啊！那个 apple 跌倒了， apple 跌倒，两个苹果要被几个苹果？两个苹果要被天梯炸掉了啊！砰！哇，四粒苹果，好棒哦！放屁呀，师傅！太多了啦！阿达，你太多了啦！妈咪。妈咪，可是姐姐没有那个种子出来。叶子，好。妈咪，好，准备最后一集啦，我们画炸弹不要啦，我们画车车。炸弹我会。然后等一下车车旁边有一个炸弹。嗯。画车先啦。
花靠！哇，这个丑很大的丑，怎么一点都不像嘞？可是它躲在里面，它躲在里面，躲在，它躲在里面，不要给坏人抓到。给坏人来呗。啊，嗯，这是什么鱼呢？不是啊。啊？这个纸。喂。那里有什么？哦，炸弹了，飘飘了。这是你的车吗？车没有窗口的呗。一个小偷。嗯。走，然后他再拿出东西。哇！他再拿出东西。谁来的这个？坏人。坏人？坏人在哪炸弹？丢你的车啊？不是啊，哪？他拿多纳，拿多纳，多纳炸弹是吗？是不是被多纳出来不啦？他喜欢拿多纳，变多纳不啦？发炸弹变多纳嘞？